东方演绎法国皮革业，它最重视的就是物料，之后才讲设计。茶室内写给自己一封情书，去欣赏下自己，咁会发觉个世界系会靓啲。实验性挑战英国设计尺度，一种好有活力同埋实验性嘅风格。Live the Fall 星期六晚10:30 ，Now 101台。